他奶奶的！来ました。中国人はなぜここに現れたんだ。しかも先進武器をあんなに装備して相手になりませんよ。しばらく撤退しましょう。撤退？窮地に追いかけられたら。生死攸关的事儿，别开玩笑！谁跟你开玩笑了？
追训他。刀子掩护。是。集中火力，向东北方向突围。啊！这斯文小书生还真不要命啊！哈哈，除了怕你这种流氓有文化，再就是怕书生这种二百五吧！哈哈，我。还真是五个小鬼子，赵万宽这小子不会是千里眼吧？这小子是顺风耳，哈哈！队长，你们先撤，吴彦湖、曹国舅、王思梦跟后。好，城防守力掩护。赶紧撤！撤！撤！队长思阳，你们先撤，我来断后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儿。你们先撤。逞什么能，快走！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命を懸けても絶対この役目を遂げます。ああ队长没事吧？曹国舅去警戒。明白。刀子，把来时的痕迹掩盖下，最好再做几个幌子。